谢谢。是咱那个亲人那块儿整的，来来来。谢谢李老师。那我们走了，我们去排练了。哎，好，是不是还得去那个彩排去啊？是的，是的。啊，李老师辛苦了啊，谢谢。哎，再见。我感觉李老师，大伟哥照顾好那个李老师，这段时间指定可辛苦了。好，我不辛苦。我看你们都挺辛苦的，又那个演唱会又电影。对对对。是不是啊？八月。十月份哈，那长春指定是有了，那全国都有，是不是啊？对呀，就等着那个路演呢。是的，李老师瘦不少，瘦了一丁点。嗯，看是瘦了。两个车，对，这边右边右侧。